大家好，今日是2024年6月2日，是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日子。我妈妈90岁生日，在这里祝福妈咪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，心想事成，生活愉快。今日我准备到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送给你，就是我想透过身后边天马苑这个流筒寄出一个送件，一个无形的送件，发出一个健康和平的信息。12日后，6月14日就是世界捐血日。过往的日子我都曾经在香港红十字会捐过多次血，以身作则去推扬这个乐助好施的健康信息。生命影响生命，行善积德，福有留归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在这个世界如果活得精彩，活得有意义，是不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取到多少东西，而是在乎我们向这个世界付出多少，帮助过身边多少人，做过多少善行。在这里发放一个健康的信息给妈咪和全世界，希望大家健康、和平、快乐。妈咪祝福你笑口常开，青春常驻。这幅相是记录了你70年前的青春岁月，很值得留念。今天我拍下这个视频，亦都是可以发放一个健康和平的信息，向全世界一起分享和妈咪祝福生日的喜悦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。妈咪生日快乐。